咩事啊？喂，你整咗个头，咁会整伤啲头发噶、哦。哦，其实整咗个头一个星期已经好稳固啦，一个月已经可以做翻正常运动，顶头锤当然冇问题啦。当初做呢个决定嘅时候，需要好大勇气，但系我最后决定勇敢面对，因为我工作系牵涉好大嘅运动量，会流好多汗，好担心做完之后需要休息一段好长时间，先可以重新上阵。结果原来我可以好快就可以做翻正常锻炼，而家整咗个头大约半年，好心急，想睇下头发出翻嚟个样，好期待，等我可以回复昔日嘅光彩。我支持你，好，我陪你等，仲等开波呢啊！你是美斯，头发有发 M 字牛，拜拜。